人多一点，人好多啊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必要再往前走了。这边有很多人都是直接坐在马路上面的，因为可能直接去现场那边看的话需要付费去买一个坐席。是马路上人最多的地方，很多人都直接是坐在马路中央。所以我只能在这个比较远的地方稍微拍一下就行了，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。那待会儿如果是直接挤到这么多人当中的话，待会儿回去可能就回不去了。现在回到了车站这边，这边呢刚刚这个烟花开始的时候，刚刚出站的人呀，现在要少了很多。